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Alhamdulillah,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Saudara-saudara sekalian, di video kali ini kita akan menyaksikan satu sisi kehidupan TKW yang ada di Taiwan. Kali ini saudari kami di Taiwan yang sedang mencari nafkah untuk keluarga, semoga sehat, sedang merayakan ulang tahun anaknya Pak Bos. Yuk lihat keseruannya di sana.只能点法国面包，因为上面里面含有猪肉。好，那就这个。好，我也这个。还有那个鸡块蘑菇方块面包。鸡块蘑菇。有这边法国，这边抱歉，这边是鸡块蘑菇。好。我也是。他想喝什么？我也是只想喝一杯啤酒。啊。你们可以啊，可以啊。好。可以，这个就好。这个就好。那我还要再单点一个意式精华，意式精华，零零零像香气的，可以可以。它会影响吃什么的？它会吐二十五吗？就是chicken，哎呀，这个就那个沙拉。想吃什么呢？来沙拉，对，那个 seafood 的沙拉的，那这个海鲜塔，可以，我也海鲜塔，三个都海鲜塔，四个，我要冰淇淋，咖啡豆，那你也来了，这样选一个。太吃饱了，哈哈哈哈哈！很有意思啊，还是要选一个，奶酪，对的，哪个都可以。那冰淇淋呢？家里有冰淇淋蛋糕，有什么？因为他刚挤进去，啊，没事。家里有冰淇淋蛋糕，家里有。有啊，买到吃不下就带回去。没有喝酒，我爸喝酒。他那个是纯的面包加的，挖挖来着。面包加蒜，不要，太香了，给你们。倒入啊。面包的咬口，啊，要重复咬。所以那个就说，有时候讲说，你跟他说让你当坏人，自己都没有正义感，然后大家觉得是看不见还是有些碰到他们。对啊。嗨，好来。快点拍，蜡烛不行，蜡烛就像，他在拍耶，一、二、三，嗯，对。
来一个，一二三。好，快睡着了，没有，干的。好，可以。好，我许完了。对，一，哦，小心哦，小心哦。